想要谈恋爱这件事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讲，关上了灯我总是会想我会遇到个什么样的姑娘，她的头发是短是长，心流心中或心往，其实心什么不勉强，当然也不能叫苏大强。她是可爱或是漂亮，还是可爱又漂亮，我们相遇在什么地方，我就先去那里逛逛。她到底是什么样，命运会安排妥当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我还没唱。她一定像天使一样，会给楼下的小黄买狗粮，她一定会特别善良，会给晚班的张姨送碗汤，她一定要很坚强，再艰难也会在我身旁，在我惶恐的时候抱我肩膀。不知不觉，天就快。